松松松开。来了。啊，两个房间，身份证。骨头都快叠塞甲了，姐的钱好不容易哦，我也快不行了。福姐。你说我们这次能赚好多钱呢？上个月500-600嘛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赚个800-900哦。真的呀？那我不是很快就可以帮家头还清债务了？简直没得问题，多花几趟就可以了。福姐，我这次遇到你们真的太幸运了，我都找了一个多月工作了，根本没人理我。家头花了那么多钱供我读书，还不是找不到工作啊？这次要是赚了钱，真的好感谢你哦！不存在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不帮你帮哪个嘛？我这个人最讲的就是义气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噻。同学们，我跟你讲噻，干我们这行的要吃得苦才得行。不觉得苦啊，又能耍又能赚钱，好安逸哦！只要能赚钱，我啥子苦都不怕。嗯，这就好。我们找到一批好药材，今天看你们俩的本事了。你放心了，吴经理，他公关肯定没得问题。找你对那些采油的老哥一笑，他们的活你都被你勾起跑了，肯定能给个好价钱。你才骗人的，你也笑这一句杀伤力了，好迷人呢、哦、好迷人。
姐，豆腐饭，姐姐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我们去找一下采药的人，你等一下，看一下包包。啊、哦，杨队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你好，你看到武警里没有？武警里啥武警里？就是个中草药公司武警里噻。收草药，知不道。我找了他名片。你看到我钱包、身份证没得？看你良心，我可没捡你东西。谢谢你们啊。那我去找他们去。不能走。为啥子？就是不能走。你要干啥子？女子，实话跟你说，你为的人把你卖给儿子做媳妇了。这有咋可能嘛？他们不说家头人，可是他们过来收草药嘞。我们也不知道你谁说的是真话。我掏了7000块钱把你卖给儿子做媳妇。大爷，他们真的不说家头人呐。你们受骗了，我们去找警察去。想啥呀？打都不要去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女子，嫁谁都得嫁嘛。你嫁给儿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你这算啥子啊你？大爷大哥，求你放我走嘛！走走走走。我招是的，但瑞子不看。对着你，让他儿子孙都打光棍。谁不活？今儿不活，哈被他都打光棍。啊，对对对。陕西汉城县，滴滴当滴当。李贵，给咱弄好结子猴。咋样嘛？咋样？
感觉。啥感觉？就你俩我感觉没我吗？没我了解。吹啥呢嘛？到底弄不弄还不知道着呢。闹了，都是闹的。弄了了，你说我那咋样？打不打？打不打有你什么关系？哎，我肯定没弄，我跟你说。哥，我晓得你是好人，求求你放了我嘛！先吃饭、啊。大哥，你放了我，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，求求你了。要你留下，我会对你好的。那不可能。那你把钱还我，我让你走。这个样子嘛，大哥，我写信，让我爸给我送钱过来。你看好不好嘛？你把我当瓜子，你爸把钉子带来，把你接走，能给我钱不是废话。你晓不晓得，你买妇女是犯法的，是要坐牢的。坐囚牢，谁娶媳妇不花钱？穷人花钱更多。大乔，阿南，你咋来了？我咋不能来？有啊，你不在我陪老板睡觉，你干脆不管我这混啥呢吗？你可管管，想来就来。你狗屎的火掐打的，他的什么让你上床？啊？不交费，不交费就收拾他。这货的是放鸽子的，我看着不像，别放。小心点，现在的人心都吓着呢，别叫我跑了。宝贝，先把事情办了再说，等他有娃就跑不了了。二娃，你光抽烟顶个锤子你嘛，回去给老板爹使活去。五万。二娃，胡来。老回来了，你弄的啥？干啥？人家钱大得很，连个小女子都拾掇不了，你算个男人吗？进去。女子，咱做女人的，早晚都要过这一关。你嫁谁都得嫁嘛，你嫁给儿，俺为人不会亏待你的。给我滚！咱有脸谈了，上！狗日的，还不来帮忙！
这狗是啥的。李成，多休息啊！李坤，把火点了吗？聊着了吗？干到火酒，够是看你妹的。李大伯，你捡红枣，把球躺下。去，把球躺了一会儿。行了行了。四年级同学写作业，三年级同学跟我读课文《孔子拜师》。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，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，他离开家乡居住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师去住。事情已经成这样子，总不能把身子弄坏嘛。我知道我是对付你，我是实在没办法。你以后有娃就明白了。我家委屈你花那么多的钱，你总不能不动房嘛。他可嫁给你儿子了，畜生！没家人的畜生，给我滚！滚！我还够不想活来的。得跪对了些，得跪对了些，对了些，对了些。都做啥呢啊？都做啥呢？夫人，他狗想跑去。哥，你瞧瞧我，我怎么撇来了？我怎么被他撇来了？保证，保证，保证，保证。你说你是被骗来的，咋证明呢？人家屋里边把彩礼都给了你，你想跑呢？你不是骗子，你说你是个啥？主任，这狗肯定是个放鸽子的。我真的没收他们家的钱，我要收了，可以咋去坐牢？抓你坐牢，经我瞧你，亏谁赔我的钱呢？求求你放了我嘛！我说的都是真话，真的。谁找你说真话假话呀？你身份证呢？身份证，身份证被偷了。你连身份证都没有，让人咋信你？是这，你先跟他们回去，村委会给你调查一下再说。好了，走了啊！散了散了，走，往回走。那我们走了啊。
有你赶紧给我过儿保袍，我都不坐你。四叔，医生。来了啊！哎，不错不错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不用不用了。是这，把咱屋养费一交，一共是38.4块。对对对。哎，我才2块钱把我屋都卖了。卖了？那你都交啥费了？这边别拿来镜儿看。去。生煮水、缩得水、煮得水，你还得没交，还得交18.2块。哎，我现在怎么有养父吗？我养不养父都要上费，我是上头的规定。别把为难挨几个人。你别找我，老婆想翻山鸟。这是你屋的事情，俺管不上。哎呀，你狗日的，真是眼福不浅。这媳妇儿要十多的，光奢不顶求用，这跟收费一样，要生硬的。行了，哎，你不行，要收拾那个婆娘。出！妈，他咋样？叫什么呢？妈，有钱吗？再借一点，你早把手儿割了。哎，你们都回屋，上自己保护他啊！赶紧送医院。割手腕了，快！都快！大夫，赶紧救救我儿媳妇儿！咋了？割手腕了，我搁你床上。我带钱了没有？带了，带不多。快去交钱去。大夫，你是快死了。咱先救人吧。你不交钱咋救人？
这也够说有些卖智鬼的。现在医院都一样嘛，医生都拉回扣你，这医院还差不多，我大医院才黑。好的没得，我叫陈春丽，她叫郑小兰，你婆婆喊我们来劝一下你。她不是我婆婆，来，你帮我抱一下。其实我们跟你一样，都是被卖到这儿来的。啊，你坐嘛。我跟你说哈。既然都已经那个样子了嘛，你要想开一点，到时候吃亏是你自己的嘛。就是，你看你的屋里头乱七八糟的，有没得素质嘛？我跟你说下脑壳。四年前刚刚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。后来我那个男的，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。陈姐，陈姐，你帮我逃跑吧，陈姐，那是逃不脱的。你说哪个不想跑嘛？那里出去只得一条路，他们都把路守到起，你根本都没得办法跑。逃不脱，逃不脱我就死。你可不能乱来哟。你说要死还不容易吗？你要活到起都难了的嘛。你想哈你的父母，他们把你养恁个大，你都还没有抱到他们，你啷个能轻易死了呗？我跟你说哈，等到你江南人自由出门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噻。哎，你啥水果？啊，不好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改天来找我们耍哈。嗯，慢走。哎，要得。来找我耍啊。
人家买了两个铺。那你不看也得上费嘛，不多看两个。那你拿来钱嘛？借的。你光知道借，你看你拿啥还去？女人家动个球。四叔。哦，你来了。啊、哦，买猪娃了。哦，借的。啊、哦，你坐，你坐。啊、哦，哎，我德威哥呢？哦，地去了。啊、哦。表嫂，你好一点了吧？哪个是你表嫂？对不起，我是德威哥的表弟，叫黄德成，道德的德，诚信的诚。你就是那个老师嫂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也没有做啥，我一直想来看看你。以后你叫我名字就可以了，黄老师。不敢，千万不敢叫我老师，你的学问比我大多了。啊、哦。我给你拿了几本书，也许对你有用，我也没啥好处。四叔，我走了。一天到晚光看那一本破书，还不会用心。哎，你这是想把布烫死啊？不要就咱麻的。他妈你把我打死你！啥事？他寻你。啊、哦，是你我事呀、啊？俺正在调查了解着呢，人家公安局还没给回信呢。是这，你就先回去。啊，嗯，等我有点消息，我再通知你。啊，谢谢啊。不谢不谢。哎，马上。哎，慢坐慢坐啊！哎，慢坐。二万。稍等。我要逃走，咋个走？千万莫走出行的大路，要走就走小路，翻过山就可以看到马路了。只要看到马路就好办。哪一座山呀？对面最高的那座。好不好听啊？好听。
你叫啥子名字啊？我叫李清仁。你上学没有？上了。几年级了？四年级。李清仁，以后不要叫婶子了，叫白姐姐好不好？好。叫啥？白姐姐。哎，过来。哎，哦，这就是你的大学生媳妇啊。你还没请我喝喜酒呢。别走，咱喝酒。哎，下一回吧。走了啊，别走。咋样？大怪了。你请我好没错，这给你烧的东西15块吧，先给你往上挂。哎，进来把东西呢。嫂子，要啥要啥就过了。要啥？一根烟。你看见没？我就是逃跑一下场。你要再跑，跟我下场一样。一个人好生点，你要是跑出去了没，跟我们屋头说一声，喊他们来救我。好。拉响，我鸟。学没了没有？本事不大，屎尿多得很。金宝宝，衣服被水冲就走了。整张大送，谢谢啊。你看一个女的滑过去，
证啊？我去整啥？3块钱。我没有钱。没有钱不行，人家都5块钱呢。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没有钱。哎，那不行。大哥，你帮帮我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嘛。先生，你想咋？哎呀，你都跑大，你打出人命，你别管，我不相信你还收不上，我娘的！跑，跑，跑，走。不要，姐姐一定有。谢谢你哦。四婶，哦，来了啊！本来想早点来的，这几天太忙了。你好点了吧？又给你借了几本书。谢谢啊。哎，我们这人都没啥文化，野蛮的很。上过高中的就我一个人。我一直梦想上大学，离开这个山村，可是考了几次都没考好，只好回来教书。你当老师不是挺好的吗？好是好，可工资又不多，还经常被拖欠，真没意思，我都不想干了。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这个当老师的还从来没见过火车。结果又咋个样嘛？还不是撇到这儿，走不通。你咋能轻易的相信那些人呢？我也不晓得咋的。我刚毕业的时候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家头还欠了人家好多好多钱，弟弟也要上大学了。我想赚点钱，帮家里还债，帮弟弟也赚点学费。那个中草药公司说卖草药可以赚好多钱，我就跟到他们来了。到这儿后，我喝了他们一杯水，就啥子都不晓得了。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们大学校园里的生活到底是咋样子的？没啥子好说的。你嫁给他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不是嫁给他的，德成哥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其实，我非常同情你，也很想帮助你。真的呀？
那你能不能帮我逃走？这有点难，你也知道，他是俺表哥。队长来了，四叔，德贵哥。队长，你啥事？没事，我给嫂子拿几本书，送给他，正在喊着没事干。他一天到晚光让看我一本书，还会弄个啥？你还不知足？我狗儿都弄了赔钱的货，队长，借你我钱，得过一阵子还你啊。没事，不急不急。行吗？我没有邮票，但我肯定会还给你钱的。谢谢啊。陈姐，哎，你也不去找我耍，我都快憋死了。我们两个刚刚还说去找你耍耶。咋样？还是我样子？最近那走些活嘞。肚子有动静吗？没有嘛。咋回事嘛？都来了几个月，咋还没怀上？谁知道？帮着弄急死了。你急死有啥用？给你娃补补身子嘛，让他晚上加把劲儿嘛。陈姐，你们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都来了恁个姐了，一分钱都没看到过。我将来有了钱，肯定会加倍还给你们的。买东西的时候都是他们拿的钱的嘛，生怕我拿这些钱跑了呗。那
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到镇上公安局报案？哪有那个简单喽？他们肯定是想到他们当地人嘛。桂花跑去报案，他们说这是家庭矛盾，不管他男人把他叫回来，腿都被打断了。我们几个没有一个是跑脱了的，还是人命嘛。反正我是不跑了，我带了起两个娃儿，都算是跑出去了，娃儿啷个住嘛？还有哪个男的要我哟？哎，喝到起真没有意思。我跟你说哈，你先啥子都莫想，把身体养好了再说。思辰，忙着呢。啊，我给嫂子送几本书。到位。去。考些书有啥用？来了。啊，坐嘛。啊，我又给你借了几本书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先告诉你，我非常想帮助你。我晓得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有知识的人。不过不要着急，你也知道俺村现在的情况，我得想个好办法。上级领导要来咱村视察工作，各家各户要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干净。遇到领导要文明礼貌呢。不干涉的保护着，谁要是败坏了咱村的名声和形象，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我们绝不替他受害的。再者劝，再者教。这是村委会，请请进。二虎上班人都走了，回回回，俺都饿求死了。没有，麻烦你再帮我寄一封，谢谢了。不客气。
哎，伟哥，咋事儿？啊，学校想让我嫂子去帮下忙去，行不？就一会儿。他能弄个啥？他学问比我们学问都大。那你可给我看着点，可不让他跑了。放心，我一定把嫂子给你送回来。哎，到学校去帮下忙去。找我啥子事啊？啊，我们镇子有两个老师，曹老师、贾有思回去了。哎，喝水。我不渴。其实学校也没啥事，我只是想说，在咱村里，我只能跟你说到一块儿去。德成哥，你能不能帮我逃走？能，我发誓。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。你不要骗我。我绝对不会骗你。快吃饭。哎，你疯了？我太想你了。他们开会开得太近了，我逃不出去。我都快疯了。我们赶快逃走吧。别急，要等机会，再忍忍啊。李成，吃饭呗。哎，在那酒吧，不喝了。晚上再喝，明儿他俩到你家走活，让你打破局。我打不急，他一个工换两个工，没着呢。
过，不起来就抛嘛。不行，他们要是发现咱们两个一起不见了，我就哈了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当然爱你。你说过要带我离开这儿的。是呀。啥子时候嘛？我现在不是在找机会吗？咱们离开这需要钱呀，我现在就在攒钱。我不需要太多钱，我只想要离开这儿。我知道，耐心点，你要相信我啊。狗屎！哎呀，哎呀！你不要再了！就你这骚货，我跟你讲。李成，你是咋办？四叔，德贵哥，对不起，狗屎的，说对不起就完了。你别说，有两条路。公了，咱现在找夫人让她评上这个礼，你把你嫂子废了，看咋办？死了，德贵结婚时借你的钱就当你赔礼了，你选。兰兰嫂子，你要啥？辣椒籽，辣包叶，记得账上。还要啥？不要啥子了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我这是小本经营，没有多少钱。我就借一点儿，肯定还给你。一分钱也没有，拿啥还我的？你想让我拿啥子还给你？要多少？五十。这么多，这我要买多少货了？那算了吗？哎，嫂子，我老婆管的严，你看四十行不行？
雪梅，雪梅，哎，人呢？雪梅，雪梅，地棒，赶紧起来！等等，去等一下。对，在那边。谢谢啊。是吧？
啥子？哎，两个老伙跑的，拿上去看。来，先去喂。拿，走。来，把门打开。去，拿马跑。哎，这他老伙儿，这不还是？你们家的事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啊、哦！我还真不相信把你给弄不回去了。走。哎，你们干啥呢？他那个老婆啊，你别问他们，让他们喊。你让他们喊，饶命！饶命！饶饶命！咋回事？哎，江同志，他老婆犯神经病了，犯神经病，脑子有麻疹。你们当心，我在这保安家中。谢谢了，不客气。慢点吃。还有哎，女子，我你身上两个也没来了吧？我不准。那会不会有嘞？有啥子？你别碰我！滚！滚！
提起来。你咋不上课呢？你说嘛，咋回事？我先叫小飞，我爸不让我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想不想读书？想。以后到这儿来，姐姐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白姐姐，你来啦！看我做的这题对不对？哪道题？对的。一有八分之五减八分之三等于好多嘛？等于八分之二。你把一弄哪去了嘞？应该是一有八分之二。以后不要那么粗心了哈。哎呀，还是个女娃嘞！当然是个女娃，谁会人男娃呢？哎，把我埋了去，埋好，不然狗掉了。陈姐，你说我怀的是男娃还是女娃啊？还有说也是担心嘞。哎呦，你看嘛，你的肚皮尖尖的，肯定是个男娃，放心嘛。有信没有？没有。再帮我寄一封。
哟，你两个先出去去，我看看。母子平安，好，多谢了啊。乖呢，孙子闹的哦，乖的小个子，我孙子长得真闹，小个子。没有我的信啊，没有。哎，不是，真不是，真不是。兄弟，这是给哪一栋？可把你麻烦。没事没事，你也不容易。这是他写的信，多谢你了。那你慢走啊，走了啊，走了，慢着了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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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，还别走。去给你寄信。咋这么木囊的了？毛军，你这叫毛拉死的？写完没有？写完了。白老师再见。白老师再见。再见。白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微信三。
没有人晓得吗？我顶个从镇上寄的信。谁吗？哪去？我去找村村里聊天。八哥，黄德贵呢？弟弟去。那白雪梅在不在？你是白雪梅吗？雪梅，我是爸爸。你咋才来哦？回家，八公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八公我家的，娃儿也是人家的，我家的，你赶快放手，不然一会儿就走不脱了。快来人呀！先去查查去，就算来人，求求你了，先回家啊！娃儿以后再说啊！来人，走。你老婆让警察带走了。要是你们的女儿被拐卖了，你们是啥子心情？我们要将心比心啊！有主可以，你给我赔钱。她是我齐家关买的女人，就是谁不给钱，谁都往下走。别人呀，走不走？你们要把人带走，从长打过去算了。大妈，你都这么大年龄了，你干啥子嘛？快起来！反正我不活了。哎呀，大妈，我们先不带人走。
你和你的儿子跟我们到村委会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好不好？你咋能这样干死你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要把人带走，才不把村委会放眼里。主任，事先没跟你们打招呼，主要是怕给你们添麻烦。麻烦？麻烦怕啥呢？俺们当领导的，就是为人民群众解决麻烦的，要不然要俺做啥呢？你们在这儿乱来，出了危险，谁负责？俺这儿人，就这臭样子。素质差得很，没办法。主任，请你协助一下。村民都闹起来了，我没办法。公民也是来执行公务的。是这，我去试一下。谢谢了。鬼儿子装疯迷窍的，老朱，看样子我们走不出去了，咋个办？想办法和当地兄弟单位取得联系，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闭关门的儿妇女全部带走。哎呀，要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你晓不晓得这个里面有好多被拐卖的妇女？为啥子他们逃不出去？你想不想回去？不死都要回去，他们都是一帮畜生，不是人，我以后我鸟都不会朝这个方向。那好，你想回去，你必须听我们的，按我们的去做。今天你先回他们家去，忍耐一下。警察叔叔，你今天一定要带我走，不然我就只有死在这儿了。求求你了，朱警官，朱警官，求求你了，你们不能走啊！求求你们了，为了救我的女儿啊！好不容易凑了几千块钱的急救费，这次救不了我女儿，我再拿不出钱来救我女儿了，求求你们了！你干啥子嘛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啥子事嘛？只要能救我的女儿，我愿意给钱。哪个说不救出女儿嘛？我不是在想办法吗？那我留下陪我女儿，我在这儿等你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先走嘛！你不晓得他们有多野蛮。你不要怕，救出你，爸爸绝不离开。也好，你在这里千万不能离开，三连队我们肯定来救你们。主任，我把人交给你了，你一定保证他们安全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保证。大爷，你们两家好生商量一下，最好呢是和平解决。只要不带走人，啥事都好办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好，让了啊，让开啊，来，让开了啊，顺子，来，让一下啊，顺子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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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个样子，走！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我们不走。你放心，他去放两天。不行，怎么走？不行，我们坚决不走。让开！既然不相信你不走，非走不可。不准打人！不准打人！打的咋的？不准打，我们不走。你是想要救他，把你从这儿带走的？门都没有的。
我们不走，不准打他！他这辈子都是我的婆娘。打人了！打人了！不准打！不许打人！不准打！来人呐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救命啊！草，到四方街。